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几天，我们都在谈“忠孝”这两个字。这两个字，实在说呢，认识的人并不多，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两个字所表的意趣，人就越来越少了。我们也是限于时间，只能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。这么一个简单的提示，诸位如果能够细心的去体会，这两个字包括了一切佛法。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，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，都不能超越这两个字。孝是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体相，忠是讲它的大用，要以华严经的经题来说，忠孝两个字就是经题上的大方广。忠这一个字呢，就是佛华严，孝是大方广，忠就是佛华严，所以它含义无尽的深广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大藏教的经典，就是这两个字详细发挥呀。忠孝两个字做圆满了，就是无上菩提，就是如来究竟的果地。个人成圣成贤，家庭和和，社会安详，一切众生都能和睦相处，离开这两个字都做不到啊。所以这两个字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。古人说，一家人一国人，人是仁爱之人呐。仁这个字也是会意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仁爱就是众生的，所以这个字的形式是二人，不是一人，有我还有别人，自他是一体，自他不二，这是仁表的意思。
所以宗门有一句话说，摄得一万事毕。佛法常说入不二法门，真正摄得一入不二法门，这个人才是仁者。佛家称人称为仁者，这个称呼是极为尊敬的。佛在经典里面称菩萨为仁者，我们从字面上来看，仁慈的人，只有菩萨才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我们要一家都做到仁爱。诸位要知道，仁爱比那个亲爱意思又不一样啊。亲爱是从情上建立的，感情深厚嘛。仁爱是从理上建立的，知道是自他不二，万法一体。那个爱心是从理上，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，那是真爱啊，永恒不变的。别人爱我，我也爱他；别人不爱我，我还是爱他。别人以善心对我，我以善心对他；他以不善心对我，我还是以善心对他。那是菩萨了，那是仁爱啊。不是通常讲的亲爱能够相比的。情是多变的，所以从情生出来的爱心是无常的，爱会变成怨，会变成恨的。这些事情我想诸位同修都很容易了解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大家看看就知道了，有多少人促结婚的时候好朋友啊，男女结婚的时候恩爱变成夫妻，但是没多久离婚，变成冤家，变成对头啊，朋友变成敌人，太多太多了。什么原因呢？那个恩爱结合感情的，表面看的是不错，里面问题复杂了，所以它不是很久的。佛菩萨那个爱心是永恒的，不变的。为什么呢？表里一如。表是平等的，内是清净的，没有问题。这是我们的自信，这个才是我们本来面目。学佛无非是恢复自信，恢复本来面目而已呀。今天世界不平，人心不平，我心平，我的世界平啊，以我的平等心、平等观、清净法界、入众生法界，得大自在。
华严说的无障碍的法界。这完全在个人的修养。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仁慈的一生。诸位想想，这是多么幸福，多么圆满。人生意义价值就在此地啊。我说一生，这是随俗说，如果真实说，那是永恒的。生命是永恒的，世间人迷惑了，以为有生死，明白人知道没有生死啊。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呢？生死是转变，因与果的转变。转变是必然的，是肯定的。所有一切万物都在变，哪一法不变？除了真性之外，都在变的。而且你要晓得，刹那在变，刹那不住啊。因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因又变成果，永远在循环不住。你能够觉察到这个真相，生死就了了。佛家常讲了生死，了是了是明了啊。对于生死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彻底明了了。明了的人转变自在。我们佛法有说尘愿再来，愿力受身，诸佛菩萨应化世间，那个转变是自在的。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知道这转变的事实，在这个里面打妄想，起分别，起执着，分别执着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呀，越转就越不善了，越转越不好了。不会转的，这是说生死流转这个实相啊。那么这几天，也许诸位同修从电脑里面看到外国人讲我们这个世界灾难的讯息啊，有很多同修看了之后啊，这个心里面慌张，无所适从啊，来问我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世间真的会有这么大的灾难，你相不相信？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应化在我们中国。在世界亦复如是，最近的一位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他有没有给我们透过这个讯息呢？有，
文钞里面说的太多了。啊，设有很严重、很大的灾难。这个灾难有没有救呢？有救啊！他老人家教给我们，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《安世全书》，能够依照这三本书去修行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从这个基础上老实念佛，这个灾难就化解了。为什么能化解呢？佛在经上说，医报随着正报转。我们曾经读过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人心天天想恶事，天天造恶行，感召得来的就是灾难。如果从心地里面把恶断掉了，想善的，想好的，我们这个最近几年提倡四好啊，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劫难就转过来了。为什么不肯学好呢？学好从哪里学起呢？从不自欺、不欺人开始。如果还是自欺欺人，你所做的都是假的，你这个劫难转不过来。所以我常劝人呐，佛教给我们要破四相啊，破四相并不是对于这个高级修行人说的。诸位在《金刚经》上仔细去看，小乘须陀洹就立四相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须陀洹就开始了。须陀洹他自己不以为他自己真的须陀洹，这个就是立四相了。我们对于我人众生寿者有这样坚固的执着分别，佛法的门都入不进去。出国是入门呐。要是像学校念书一样，小学一年级啊，才入学啊，大乘法里面51个菩萨次第，初性位的菩萨，四相要不舍离，初性位的菩萨你都不够格。你学佛学得再好，也不过是名字为重，有名无实。那从前李炳老常讲的了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。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呢，一切造作轮回业。学的是佛法，讲的是佛法，造的是轮回业，有什么用处呢？
为什么我们转不过来？我们自己的罪业太重了，无量劫来烦恼习气断不掉啊！表面上做的好像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像那个样子，里面心里像大火呀、猛火一样啊。不是平静的啊！佛法的殊胜，殊胜在内部功夫做起，它叫内学。烦恼火怎么样能够把它熄掉呢？化为清凉呢？智慧。所以世尊49年讲经说法，讲般若用了22年呐。唯有真实智慧，才能做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觉悟、慈悲。没有真实智慧，纵然做到了，那是外表，那是一个假象，不是真实的。假象虽然也可爱，早晚会被人揭穿的。你自己不能修行正果，那是伪装的，是仿冒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真实你就晓得，决定不能离开戒定慧。戒，印光大师给我们提示，最浅显的、最基本的五戒十善，不能不做到啊！五戒十善就能改造命运，就能够消除劫难。如果想成佛，如果想出离六道轮回，想证圣果，那个基础就是净业三福啊。所以眼前虽然有众多的灾难，只要真正努力去学五戒十善，这个灾难就能避免。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就提倡这桩事情啊，五戒十善老实念佛。你们看看他老人家一生做的是什么啊？他的口号16个字，他真做到了：顿伦尽分，贤邪存诚，信念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印光大师一生就这16个字，真做到了，做得圆圆满满了。顿伦尽分呢，就是忠孝2个字啊。伦是伦常啊，顿是和睦啊，一家和，一国和，一个世界和和，尽我们自己的本分。我们自己是个什么身份，是在什么工作岗位，要把自己的职责
做到尽善尽美，这是尽分的。我们现在是出家人的身份，出家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呢？要学释迦牟尼佛。教化众生，言行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，做真诚的榜样，做清净平等觉的榜样，做慈悲的榜样，做看破放下的榜样，做自在随缘的榜样，做老实念佛的榜样，这是出家人的本分的。对于僧团，真诚的恭敬赞叹。古德常说，若要佛法心，除非僧赞僧。彼此互相恭敬，互相赞叹，一团和睦，佛法就兴了。不但我们这一个团体我们要弘，要尊敬，要赞叹，扩大到这个世间，这个社会，所有一切团体，我们都要尊重，都要赞叹，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。有些人说不容易做到啊，我跟他说不难做到啊，只要你真正做了三桩事情，这个事情就做到了。第一个是真诚至善之心，真诚的善心；第二个是真实的爱心；第三个是无私无条件的供养布施。你只把这三桩事情做到了，天下太平。连妖魔鬼怪都好好了。所以中国谚语常讲，仁者无敌。你想想这句话，人是在佛法讲是慈悲，大慈悲的人。什么叫无敌？心里头没有敌人。这个意思是大慈悲的人能够融合不同的族群，能够融合一切众生。这个才是把忠孝做圆满，真正尽忠行孝啊。这个本子里面注解很多啊，注得非常之长啊，非常的详细。这一段呢，我就讲到此地。注子希望诸位同修自己去看，你们有疑惑的地方可以来问，这两个字我就不多讲了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